真是。老道通往光明。赶紧趁热吃了吧。还记得我们两个工作室开张的那一晚吗？当然记得了。那天晚上刮台风，咱们俩因为电的事儿忙得连自己姓什么都不知道了，所以呢，也没关注天气预报，也不知道台风什么时候来的。那天晚上店里一个人都没有，我记得我们干脆就关了店门，外面一直在下雨，刮风。那个时候我说，小朵我饿了。你就给我煮了一大锅的面。对啊，那天晚上咱俩几乎把所有面都给吃光了，害得申凯什么都没吃着，这给他饿的半夜跑到里面去找了一个过期的面包就啃，给他拉了一个星期的肚子。凯文和我都不懂怎么面对你。小朵，我跟凯文的问题是我们都没有认清自己的内心，缺乏勇气去撕开那层温情假象。我知道是我伤害了你，我没有奢求过你的原谅，真的，真的没有。但是我真的希望有一天咱们还能跟以前一样。我煲汤，你做衣服，咱俩有一搭没一搭的。说些有的没的，一起傻笑，一起哭，真的多好。知道我为什么生气吗？在你眼里，这么多年患难与共的友谊竟然如此不堪一击。好在你今天来找我了，主任，我不会原谅你的。不是所有问题都可以立刻迎刃而解，恢复原状，所以耐心才显得尤为重要。时间或许才是疗伤的唯一方法。妈，可是往往旧伤疤还没有痊愈，新的伤害却又接踵而来。
我梦见我妈出事儿了。阿姨不会有事儿的，你别乱想了。哎，赶紧过来吃个早餐吧，说不定阿姨一会儿就回来了。实在不行，等申凯来了，咱们一起去找。哎，先吃早饭吧。阿姨也回来吗？那我们只好去派出所看看。以后要注意啊，下次再这样，可就不是批评教育这么简单。好，我们下次一定注意，谢谢你。没事。谢谢。这破手机，这么快就没电？你说你昨天晚上到底去哪儿了？刚才警察不是说了吗？私闯民宅。这个赵红平做事也真够绝的，这服装订单他交给别的厂也不交给我做，真没见过这样的横。妈，你以后有事儿能别瞒着我吗？我本以为把这个服装订单磨下来，定金一到位，工厂一开工，不就什么事儿都没有了吗？谁知道是这样的一个结果。你在里面没事吧？挺好的，阿姨，没事。阿姨，收下，回家。怎么？什么叫不符合市场要求？郑正，这不是我一个人做的决定，这是公司每个部门都必须参与的判断。就因为你们所谓的市场要求，就要否定我的设计吗？郑正，你作为设计师，的确需要考虑市场导向的，你不能随意发挥。我并没有随意发挥啊，我所有的设计都是我认真的思考过的，我认真的研究过我们的目标群体，所有的设计也都是从他们的角度出发。你看看公司给我发的邮件。设计评分形状30分，什么没有采用公司建议的形状样板，建议使用圆形、椭圆形、半弧形等最新流行元素，颜色25分，没有采用公司建议的流行颜色样板，特别是枣红、栗色、竹青色等流行颜色，线条0分。后面的我不想念了，我就想问问你，堂堂的风格大品牌公司，都是以这种交作业打分的方式做设计吗？是。风和的设计从来就不是走在最尖端，甚至外面很多设计师都不认同我们，但恰恰就是这种打分式的设计让风和稳稳地站住了市场。我们做不出什么惊世骇俗的作品，可是我们永远大众。大众？对，我们就是大众品牌。郑哲，你先好好想想，等你冷静下来我们再聊啊。38.3，还说没发烧。走，我送你去医院。哎呀，哪儿那么娇气呀、啊？发个烧就跑到医院里去？家里有退烧药，给妈拿过来，妈吃了就好了。那抽屉里的。哪个抽屉啊？哎，那儿，就是这儿。哎呀，冷啊！我跟你说，你明天要是病还没好的话，你就一定要得给我去医院，听见没？好。吃几粒啊？哎呀，哎，给我，哎呀，多喝点。哎呀，完了，没事了，吃了药就好了。宝贝女儿，把那个手机充好电了吗？给妈拿过来啊。你要干什么呀？哎呀，原来有人问我工厂卖不卖。打个电话。妈，你要卖工厂啊？妈苦撑了大半年，现在看来只能走这一步了。
我原来还打算把这个工厂留给你做嫁妆呢，你看。妈，你先好好躺着，工厂的事儿等你病好了再说，好吗？哎呀，宝贝女儿啊，别等了，是该放手的时候了。工厂欠下了员工那么多的工资，我得赶紧还给他们呀。这件事我来想办法吧。你不是饿了吗？啊，我去给你做饭吃。哎呦，你哪会做饭呢？哎呀，妈歇会儿，自己去做啊。我不会做，我还不能学吗？我这么聪明，嗯。你呢，就乖乖躺着，等我给你做好吃的。哎，不准动啊！妈不动。求婚？我怎么求婚呢？喂，大清早你跑哪儿去了？我给你做早餐呢。之前你欲擒故纵，故意吊着赛琳达，让她满怀期待的以为你要向她求婚，可是你什么都没做，后果是什么？后果就是她现在心里充满了怀疑，甚至以为你不会跟她结婚呢。其实吧，我也没有什么欲擒故纵，也没有非要这样。那你做点什么呀？对不同的人需要使用不同的方法，对赛琳娜就是应该单刀直入。不过也对啊，如果我在这个时候出其不意跟她求婚的话，女孩不都喜欢惊喜吗？应该她会特别开心，然后就会答应我的。放心吧，肯定能成，加油啊！行，谢了。盘子装的。出门也不关门呢。喂。今天晚上我在家里做了火锅。我是专门从大超市买的火锅底料，你要不要来吃啊？哦。好啊，好，那就今天晚上6点钟。嗯，不见不散，飞呀，拜。Yes。赵阿姨，石佳，你妈呢？啊，我妈妈昨晚着凉了，现在有点发烧，正在床上躺着呢。哎呦，你看看她这个犟脾气吧。我昨天就跟他说了，我不在屋，他非要在那个门口在那淋雨。我这个混账儿子，你知道吗？这做事一点都不过脑子，这一下打了110了。你说这事儿弄的多不好啊！给你，给你啊！我进去看看，我进去看看啊。张阿姨啊，我妈现在还在生您的气呢。气，我知道她。我6岁就认识你妈了，放心，我有本事哄她。赵红平，算你狠啊！你明明知道，你们这次的春装制作要是交给我的厂生产制作，那就是救命稻草啊！你是见死不救，去把这批货让给别人去生产了，你还是我朋友吗？啊！哎呦，姐，亲姐。去。我跟你说了700遍了，你怎么就听不懂呢？这公司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，
这还有好多股东呢。这次我们公司把订单交到东南沿海那边的公司去制作，人家那人工便宜，速度又快，公司拿给他们做是正常的。公司要赚钱呢。钱？你眼里就是钱，这么多年的情谊都让狗吃了。姐，你说我办公司我不赚钱，我干什么呀我？啊，那你那加工厂是拿来过家家玩的？你真行，早就跟你说过让你跟我一块转型，你不能老盯着加工，你得想想你们自个儿的这个服装品牌，你就是不听。这下怎么样啊？着急了吧你？行行行行，你现在别跟我说这片汤话了啊！你不就是找了一个有钱的男人吗？啊，我还指着这个厂子养活一大家子人呢，我敢转型吗？我要不是我们这种踏踏实实做加工制作的，你上哪儿做服装去？你上哪儿做服装去？你打我打我，对你打对打去去去去！哎，姐呀，你这是从小你这脑子就是不转圈，我都不愿意跟你聊了。你说滚滚，甭跟我聊，滚滚。那我告诉你一声还不行吗？现在咱国内加工企业现在都很难维持了，全都往东南亚那边转了。你怎么着？继续啊？啊？你管我？我的事儿啊，不用你再操心了。哪儿凉快你上哪儿待着去吧。啊，哎，姐姐姐，哎呀，别不理我呀姐。行行行行行，那别的先不说，先把这银行卡拿走行吗？咱先把欠的钱先还上行吗？我不需要你同情，听不懂中国话吗？哎呀，这是做饭了吧，这么香。哎，盛夏做饭吃是吧？那行，那给我留一碗啊，我还没吃饭呢。啊，这人真不要脸啊，跑到人家里一点关系都没有啊。是是，哎，这第一碗给我吃，来来来来，给我吃给我吃，挺好的。哎呦，是有点烫。住口！味道好啊。住口住口！干嘛呀你？哎呀妈呀！啊，你小心烫啊！烫什么？这你儿给我做的，这给我做的。还有，你想吃吗？我当然想吃了。想吃，回家找你宝贝女儿子去做去。哎呀，你给我，你给我呀！别给我抢你！哎呀，给我！哎呀，你脸皮怎么这么厚啊？比城墙拐弯还厚。嗯，从小到大你银行卡抢我的东西。哎，你少抢！张阿姨真是的。我是客人，我还不能吃你碗面了。不行，这一碗面必须我先吃。你真香，你！吃一碗，人间美味呀、啊！有女儿就是好啊！哎呀，贴心的小棉儿，物归原主，真不错。自己的事情自己解决。行。不醉不归啊，多喝点儿。哎呀，姐啊，我一直觉得你的品味不咋地，没想到你们家还能存这么好的酒。瞧你说的，你知道你这一口喝掉我多少钱吗？啊，不跟你提钱，要说品味啊，我这年轻的时候还真没品味。哎，你们大家穿什么我都觉得好看呢。哎，有一次我把你的裙子偷来了，我穿上了，我就见盛夏他爸去了，他爸第一眼就认出来了，这裙子就是你的呀。哎呦妈呀，我尴尬的，我跳楼的心我都有了。我，哎呀，我的姐姐呀，你可拿不着我呀。你说你跟我说了我拿别的裙子呀，我挑一个你穿着好看的去见他呀，你真行。哎，姐，你还能想起盛夏他爸长什么样吗？真是哪壶不开你提哪壶。盛夏长什么样他爸就长什么样，想起这个我就来气。哎，不生气不生气。哎，我今儿不就来道歉的吗？是吧？喝酒吧。大家冷静一点，大家听我说，我们厂子一定会解决问题。这怎么又来闹上了呢？他们，哎呀，厂里这事儿会解决。哎，这是给你。哎，行行行，老谭，老谭来了，老情人来了。我告诉你，今天要是李凤英再不解决的问题，不把遣散费和精神赔偿费给我们，我们就给你没完。我告诉你们，我可回公公啊，一会儿赏谁我都不管。说什么？好说的，不要钱，要钱。哎，什么？不要钱！
你叫你一天瞎逞能，多大岁数啊？嘚瑟。哎，轻点轻点儿，哎，忍着点，没事啊。来，上下啊。你怎么跟他们打架了？你这岁数打得过他们吗？哎，上医院了吗？啊，谭叔，你怎么能跟人硬碰硬呢？我爸没跟人打架，他这是，哎呀，你自己说。是这么回事，我今天不是给你送饭吗？我不知道你没在，结果我就看见他们这一群在闹事，然后那个小秦这场面他也控制不了，我就找警察了，报警调解一下。原来是这么回事啊！现在没事了啊，都警察都给调解好了，那帮人知道理亏，以后不会来了，放心吧啊。那你这伤怎么回事啊？哎，我好久没来了，你。哦，我带你逛逛啊。好，走。那个爸让凤仪给你揉，凤仪给你揉。妈，你看看叔叔那个伤有没有事儿啊？着急着急，什么你啊？这你都能看出来？哦，我爸真是可怜啊，追了你妈多少年，你知道吗？你妈心里面一直就有根刺儿，我爸就努力想把那根刺儿给拔了，就是拔不掉。你妈这个冷若冰霜，深深把我爸那个热情似火给啪啪啪给啪没了。真是好多年了，好多年没回来了。哎，我想起来了，你妈那会儿追着你打，就在这个四合院里，你一跑跑好几圈，还记得吗？当然记得了，那时候我一出事儿就往我叔叔那儿躲。真是时间过得太快了啊！瞬间我们就老了，切，你才老了呢。好，你没老，我老了。来来来，我带你看看你屋，看看怎么样？变化大吧？呀，这都是你弄的？啊，行啊你啊，像模像样的。来，我带你看看东西。电灯一直挂这儿呢。有点脏啊，全是灰。哎，这本《魅》杂志你知道吧？当然了，四大刊之一。这个杂志的主编是我的贵人，他可喜欢你了。嗯，别瞎扯。真的呀，他那会儿老拿你的设计刺激我，不是那个鼓励我。我跟他说你回来了。他想给你做一期专访，专访我啊？啊？他们能请着你高兴着呢。哎，对了，我们主编跟我说，有一家公司要做一个新项目，想找设计师，你有兴趣吗？我推荐你去，回头我把资料发给你。北京2019的中国国际时装周，你也去试试啊？干嘛这么看着我？哎呀，别夹吧，玻尿酸夹没了。不，我没打玻尿酸，天然的。哎，谢什么呀？到时候进了中国国际时装周，别忘了一定要送我张票啊！啊，我们要一起进。肥牛，还要买点什么呢？萨琳娜喜欢吃虾，虾、海鲜、牛排、虾，不错，多拿点。兰芝，
兰芝，兰芝，别忘了啊！妈，爸，哎，那你没什么事儿，我们就走了，你好好在家休息啊。那你吃完饭，我们不吃，那你吃完饭再走呗，你们。不了，不了，他忙着呢。啊，他忙。走走走。我们走了啊，妈走啊，那我们走了啊。那个盛夏，有空你跟你妈常来啊，不如给你做吃的啊。对对，常过来啊，来，嗯，哎，再见啊。行行，那行，妈走啊。妈，看看叔叔把咱们的房子照顾得多好。哎呀，别看了。你这么望穿秋水的，别人也不给你回眸一笑啊！就在这站一会儿。走走走走，给你揉揉胳膊去啊！走，揉揉胳膊，再揉揉这受伤的心。哎呀，不用。喂，啊，你好。地主有女朋友吗？她在我们酒吧喝醉了。什么？喝醉了？啊。这人是不是叫什么 Kevin 的？对 ，Kevin。嗯。你现在过来接他一下吧。哦，那你告诉我在哪儿？我们在三里屯酒吧。行，我知道了。谢谢。小董，我一直在等这一刻，终于等到了。请给我一个机会，让我用一生去爱你，用一生去保护你，不离不弃地守在你身边，直到永远。小董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我愿意。怎么没来啊？他来干什么呀？他又不是这儿的女主人。泄露天机了。他不来不是很正常吗？有什么泄露天机的？云叔，你春心荡漾了。扯，我有什么春心荡漾？丫头，你先跟我说说，你躲什么呢？不如你先说，你刚才想问我什么？我告诉你啊，我什么都不想问。好，那我就什么都不回答你。得。丫头啊，我这一大早就看汉克在超市里买菜买肉呢，又到鲜花店去预定鲜花。怎么着？是不是想向你求婚了？哼，一开始我还以为他是个老实人。没想到他跟我耍心眼儿，我本来是准备答应他求婚的，但是我现在要考虑考虑了。切！我告诉你啊，丫头，你一定要
找一个真心对你好的人，尤其是真心对你好的男人，啊，实心实意，没必要这样，啊，干嘛老吊着人家？汉克那孩子不错。雨叔，你是不是被女孩这样伤害过啊？我猜猜，是不是我三婶啊？她没有答应你。哎，没有。我还告诉你啊，你三婶啊，她还真答应过。哦。她还真不像你们这些女孩子，那是个实在人，是个善良人，好人，快人快语的，想说什么就说什么。评价那么高？那当然。雨叔，要不我们做个交易吧？什么？我在你这儿躲一天，要是别人问起我，你说不知道，而我呢，我给三婶打个电话，我问问她为什么那么久没有来买蛋挞。啊？古灵精怪。等着。喂。喂。三叔，三婶儿呢？哦，没事儿，我找他有点小事儿。你说什么？我马上过去。怎么了？三婶进医院了。啊？我先走了。哎，因为什么呀？我自己来吧。不行，你现在是病人。哎呀，没事，吃饭还行。兰姨，兰姨，怎么了？什么事啊？啊，萨琳娜，你来了。哎，没事，就是我这一摔啊，把你三叔给吓的，直接站起来都可以走了。瞒不住了。没事就行，吓死我了。不好意思啊。让你们担心了，没事儿，您没事就好。好了，该去检查了。哎呀，我就想回家。其实我根本就没事儿，用不着做什么检查。常规检查，没事的，走。对啊，兰姨来，我扶你。走。走吧，走吧。哎呦，我全检查一下。三叔，医生怎么说啊？还得看进一步的检查结果了。不过医生说了，基本上可以判断他得的是阿尔茨海默症。现在做这个检查就是为了进一步确认。阿尔茨海默症？那不就是老年痴呆吗？兰姨她还这么年轻，怎么会得这个病呢？是啊，其实你兰姨这个人呢，她很要强。我是怕她知道以后啊承受不了，她这辈子啊吃了太多的苦。三叔，你别难过，我们往好的方面想啊，起码这个病她没有生命危险，对不对？你们不懂啊，我们都老了，剩下的就是回忆了。如果连过去的事情、过去的人都忘了，那跟死了有什么区别？如果你兰姨把我都忘了，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？别那么说，要保重身体啊。没事，没事。你兰姨照顾了我一辈子，现在该是我照顾她了。嗯，为了她，我不会倒下的。李总，您确定？不确定，就是不确定才让你去清算呢。
总，我是这么觉着的，天无绝人之路。你看咱们是……我是说，如果我把厂子关门了，债务是多少？遣散费需要多少？李总，我觉得咱们可以从长计议一下。你没必要，咱们当初要是早点从正汉水前的代工跨到自主设计，就不会这样。但是李总，你看你要不要再重新的考虑一下？你快去落实吧。呀，凤英，呀，凤英，你怎么来了？喜明儿啊，你这有什么好吃的吗？我饿了。哎呀，这好吃太多了。你是不是最近忙没吃好啊？我给你做点养胃汤啊，等着。来喽，启明啊，你这有酒吗？咱喝几杯啊。啊，你还想喝酒？有，我这从来就不断酒，六菜一汤齐活了啊。哎，快坐！哎，哎呀，我还以为我自己独酌呢啊！你这还能陪我喝点，真好。哎，哎呀，我打不开了，你一喝我还紧张了呢，怎么？哎，哎，我哎，启明啊，敬你一杯，谢谢。我有什么好谢？还谢我？谢谢你啊，这么多年帮助我们母女俩，这份情我永远都不会忘。哎呀，别说那话了，都是应该做的。嗯，辣吧，来，对，高爷。哎，哎，怎么又喝吃口菜啊？我今天找你来呀、啊。就是跟你说心里话的，我那成衣厂啊，快支撑不下去了。这么多年，我经历了多少风风雨雨啊，可我从来没服过输。哎，我也不知道现在是怎么了，我觉得累呀，太累了。哎呀，有些话呀，我要说你可能不爱听，不管你承认不承认，我们都老了。就早该退了，你想啊，你退了以后是剩下也回到你身边了，是吧？他那间小店的生意也会越来越好，你就是享清福的时候了吗？啊，是该享清福了，可我这心里怎么还是高兴不起来呢？我一个人单身这么多年了，我怎么还孤身一人？你什么时候是孤身一人的？我不一直就陪在你身边吗？只要你愿意，我谈起名讳，我真的是挺苦闷的。哎呀，找你来就是吐吐苦水。别说你啊，你这人平时还真的挺招人讨厌。可是细想想呢，有些话吧，我也只能跟你说。再敬你一杯。好好好，敬我们俩的友谊。徐天给我打电话到。好。三叔，我陪你一起进去。我一个人。It's not as bad as we thought. What's important is that she gets rest. She gets a lot of family visits, and she takes her medication. That's very important. 我跟你说了啊。
我这不给您洗，爱到哪儿洗哪儿洗去啊！你这人态度怎么这样？我就问能不能快一点，这样都不行吗？不行，我这没这规矩。滚滚滚滚滚滚滚！有钱不赚的老头，我看你老年痴呆了吧你？哎，你这说谁呢？你再说一遍，我抽你！你还敢打人啊？我打你怎么啊？你敢动手，我就敢报警！你再骂一句，那报警吧。等警察来了，我会代表我的当事人控告你公然侮辱他。你谁啊？我是他的代理律师。刚才你骂他的话，我已经记录下来了。你要是再纠缠不休，咱们就法庭见。哼，神经病，小东西。云舒，你跟客人撒什么气呢？和气才能生财。你劝劝云舒吧。今天一整天都心神不宁的，刚刚那个已经是被他赶走的第三个客人了。我刚刚从医院回来，萨琳娜跟三叔正陪着呢。那个徐建博找的什么医院？靠谱吗？不行的话，给你兰姨换个医院。只要能够医好兰姨的病，三叔愿意倾家荡产。倾家荡产？你别忘了，他不是就是出钱吗？那是你兰姨一辈子。那你呢？守着这个洗衣房几十年了，就为了看一眼？欠了一句话。当我们跨不过关卡，闪过放弃的念头的时候，有些人会静静陪伴我，悄悄地拥着手。我们的好困难，因为有了它，美好的收获将可以。这些曾经出现回忆而从哀乐，同样的也丰富了对方的人生。没有糖，好想把这一切收藏，记得你说过的话在我心中发芽，有你在的世界才是天堂。乘着你的翅膀带我飞翔，即使风大我也不怕，有你陪在我身旁。翻过最高的那座桥，就能看见最亮的光。住在你的心上不再慌张，你的声音不断回响，告诉自己要坚强。是我的避风港，在我最绝望的时候返航。乘着你的翅膀带我飞翔，即使风大我也不怕，有你陪在我身旁。翻过最高的那堵墙，就能看见最亮的光。住在你的心上不再慌张，你的声音不断回